徐伟，早安。嗨，魏哥，早啊，大家早。你来啦？你今天倒是挺早的。还不是因为你都来这么早。徐伟，咱们部门今晚准备一起放松一下，泡吧去，怎么样？来不来？好啊。太好了，又约了一个。泡吧。杨瑞，你要来吗？我也去吧。要不是怕徐薇背你们，我才不会去这种聚会呢。走吧，徐薇，一起来跳几轮啊。不用了，我坐那喝点酒就好，你们去玩吧。杨瑞，来，走走走，跳一会儿去。哎，我也不。累死我了。看你跳的不是挺欢的吗？没有啊，明明就是被拉着在那跳。话说你为什么不和他们去跳舞啊？没意思，坐这儿喝喝酒多好。你不觉得和女孩子一起跳舞很带劲吗？哼，看你的样子很喜欢吗？我还好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？你关心这个干嘛？难不成你想给我介绍女朋友？我才没那功夫管你呢。我喜欢那种看起来干净的，五官端正就好。看起来白净的，做起事来认真的，偶尔有点呆也不要紧。这样啊。你呀，还真是挺呆的。徐薇，有事？我这不是来关心你的终身大事了吗？多谢好意，不过不用了。哎，我一闺蜜刚从外国回来，条件好着呢，一般人我还不介绍呢。但是我嗨，哎，你们俩在说什么呢？我在给徐薇介绍我闺蜜呢，她俩要是成了，我们就更亲了。相亲？她要去相亲了吗？哎，杨瑞，你怎么还站在这儿？经理刚才找你来着。我这就去。终于下班了。那个徐薇，我跟你说的那事儿，你再考虑考虑啊！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有些事情还没弄完。走吧，不早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弄，一起走吧。嗯，好。那个，你什么？你真要去相亲？是啊，据说是个海归，去见识见识也好。那种人又不一定适合你。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我？海归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的呀，你肯定会不习惯的。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怎么好莫名其妙的推掉啊？可是再说了，我喜欢你啊，指不定是个大美女，到时候我去坐车了。哎，喂，气死我了。好，你去和别人相亲吧，我也去相亲。喂，珊珊啊，是我，小瑞。上次你和我说的那个相亲我考虑好了，你帮我约一下吧，就定在……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路过杨瑞周边，
好像听到他要去相亲了。唉，公司又少了两大帅哥。听起来杨瑞好像很重视这次相亲呢。这周五打算在满园国际酒店和那女的见面呢。看来这次他是认真的啊。你们在这神秘兮兮的讨论什么呢？嘘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杨瑞要相亲啦。就是啊。那个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听说在这周五，在满园国际。哦。好像听杨瑞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。哟，这都下班了，先不说了，走了走了。嗯，徐薇再见啊。哦，再见。很好，你竟然也给我跑去相亲，我倒要看看有我在你能和谁相亲。喂，石小姐，我是徐薇，我已经有心上人，这次相亲恐怕要取消了。谢谢，也祝你早日找到自己的心上人。奇怪，都等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看到人呢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相亲的。我也是。那个，你的女伴呢？说是家里临时有事先走了。哦，这样啊。你怎么突然想起相亲了？怎么，就你能来相亲啊？我没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，你不是还小？我哪里小了？是不小了，可以嫁人了。你，哎，不然嫁我可好？你胡说什么？啊？走，我们回家。可是，我还在等人呢。你要等谁？相亲对象吗？哼，他不会来了。哎，请问你是于杨瑞？不，我是她男朋友。你是她婶婶叫来和她相亲的吧？我不知道你们。哦，没关系，但是很抱歉，她今天不能和你相亲了。没关系，呵呵，祝你们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不对，祝你们喜得。还是不对。啊，没事，谢谢你，希望你早点找到意中人。嗯。小笨蛋，这次相亲相的就是你。喂，小瑞啊。婶婶啊。哎，那上次相亲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姑娘怎么说你已经有意中人了？那个婶婶，我其实是有了。哎呦，那感情好，下次记得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。你说你这孩子都有喜欢的人还答应婶说要去相亲。那个当时我还不太确定。好孩子，现在确定了就好。谢谢婶婶。跟自家人还客气啥？下次记得把媳妇带回来啊。她其实，好。哎，你刚才在和谁说话呢？我婶婶，她。还让我把你带回去见他们呢。哦，你说了咱俩的事儿？没呢，我婶婶以为你是我媳妇儿。那就来看看谁是谁媳妇吧。喂，你要干嘛？真滑，媳妇儿，你摸起来手感真好。谁是你媳妇儿？别摸那里。好痒。别乱动，乖。你不是去相亲了？是啊，
香的就是你。其实我喜欢你啊。见你的时候，我知道相遇或许是不对的，因为你是个风一样的男子，所以你不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当你出现在我生命的时候，我知道这辈子可能就是你了，偏偏这样的心情，这样子的你，我想宁愿错也不愿错过。亲爱的哈尼，不想你离开，陪我过未来的每一天。世界那么大，人生那么曲折，我怕我会再一次把你错过。亲爱的宝贝，留在我身边，陪你牵手一起看雨落。是我难以抗拒，就是你想太多。我喜欢那种看起来干净的，五官端正就好，做起事来认真的，偶尔有点呆也不要紧。傻瓜，我早就喜欢你了。